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个头矮小，打扮穷酸，一副软弱无能的熊样子。话说你当上柱了吗？学会大招了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，善意。身为雷之呼吸继承人的你，为什么当上了柱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只会追随那些能够慧眼识珠的人。就是因为你变成了鬼，才害得爷爷不得不切腹自尽。对，他死了，关我屁事。要我为他难过吗？还是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？听到那老家伙死得如此凄惨，倒是让我出了口恶气。想当初明明在训练上下了那么多功夫，最后居然跟你这样的废物一起当鸡头，简直瞎了他的狗眼。如果我是废物，那你就是垃圾。别他妈把我跟你这废物混为一谈。太慢了，垃圾。真的换成刃刃刀，跟你一起并肩作战。